世界没有错与对，给我一个狂野的机会，我的现在交给谁呀、啊、给我一个放纵的机会，我的未来交给谁。吞没一宿醉，我的世界没有错与对，给我一个狂野的机会，我的现代交给谁呀、啊、给我一个放纵的机会，我的未来快乐快乐快乐，绿色瓶子是远途乐队，非常高兴来到杰出原创，与杰哥一起感受摇滚乐。我虽然听不到你们的呐喊声、欢呼声，但我能感觉到你们的存在。刚才一首歌《断》，然后送给优酷前所有看直播的、所有喝过酒、断过片的朋友们，送给你们。下面一首歌 Crazy Baby。什么颜色的猪飘过你的脉搏，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他们说你
很妩媚，我只看到你的眼泪，你口不愿说无所谓。 Run 是什么味？ Run 目色妩媚。 Run 你如其实的 crazy baby。 Run 是什么味？ Run 目色妩媚。 Run 你就是我的 crazy baby。 Yeah crazy baby crazy baby。 我已经温柔的你分离的跟随，颜色远处飘过你的白沫，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他们说你很妩媚，我只看到你的眼泪，你口不愿说无所谓。 Round 是什么味？ Round 色妩媚。 Round 你不其实的 crazy baby。 Round 是什么味？ Round 色妩媚。 Round你就是我的 crazy baby。 我已经温柔的你分离的跟随，我要要你的爱。我已经温柔的你分离的跟随。急的声太大了，我自己的啊，你给我小一点啊，可以。他喜欢摇滚，摇滚喜欢猛一点。那个今天是杰出原创第37期，对，今年的这个杰出原创迎来了特别多的中国的音乐非常有个性的这些音乐人啊。今天我们是来自北京的啊。一直非常硬摇滚啊，远途乐队，这个大风刮到了杰出原创啊，这主唱大风，啊，谢谢优酷前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们是远途乐队，我是主唱大风，吉他手是加强，加强第二次来我们这儿，哎，你话筒给他，哎，这有这有，对，哎，加强说两句话来，上一次是跟八只手。哦乐队，你老师是吧？对对，我老师陈磊，对，唐朝的原来的吉他手，对，过来过一次啊，怎么样？挺好的啊，我发现你吉他弹有进步啊，谢谢，刚才给我震了，谢谢啊，谢谢，真的好啊，事太大了啊。然后贝斯手李岩，那跟放歌中国的李岩的一个名字，你那个导演制片人，吉林的啊，说两句话呀，
这是我们乐队的，这是远途乐队的张杰。哎，再说说说说。大家好，优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远途乐队的贝斯手李岩。嗯。坐在这面最左边的这个先生叫王哲。这个也是我哥们儿，这个咱们国内非常棒的金属鼓手啊。这个王哲跟大伙打声招呼。大家好，我是鼓手王哲。王哲刚才搁那儿练吉他的时候，我在那儿看屏幕，我说这不我吗？这不有点像。不是，我长得没你好看。嗯，今天非常高兴啊，欢迎咱们这个远途乐队。这个这大风刮来的这阵风特别棒，刚才我搁底下动了半天啊，就是一直跟着你摇摆。哎，但是我同时我也有想个问题，我特别想给他们三个借三个头套，你知道吧，这么长的一起这个，这都带劲。原来吉他就是加强，原来也是长头发啊啊，然后就是，对，你不用留。其实我跟你讲，你演出的时候现在都可以允许的，你买个头套不完了吗？啪，一上台的时候，这也是化妆啊，嗯，这没什么呀。你像那个王哲也可以戴一个。我已经不具备这种能力了，已经忘了自己有头发是什么感觉了。原来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事，就是我们在咱们是一几年开的专场来的，是有一特别搞笑，他加强那会儿留的头发，但是他有点天生自来卷，然后一烫完了以后，他整个是一个平的，从这块平的一开叉一飞机头，特别搞笑。哎，大风，我发现啊，今天就是从彩排的时候，我就其实音乐啊，这个摇滚乐啊，我觉得音乐吧，就别说摇滚乐了，我说音乐还得听现场，比较震撼。对，啊，就像前几天你看，那个咱们金佛老师啊，就玩爵士乐的啊，咱国内的，非常棒的一位大师，他给我听他那张唱片的时候，我听了其实也没那么感动。等前几天我去了这个九霄，我看了他的一次现场，哎，我觉得太好了，我觉得音乐还得现场来听，哎，现场听特别震撼。哎，你这个唱腔，就是你刚开始爱音乐的时候就这么唱吗？啊，对，我从一开始就是唱，最开始我们是翻唱 AC/DC 的歌，从一开始啊，澳大利亚这个，对，从一开始我就是这么唱。那个哥们，工人阶级，小前进帽。对，啊，因为那个就是因为一开始唱那个歌，然后我朋友才说，就是你应该去玩乐队，要不然你这嗓子就亏了。然后，哎，对，是这种，对，然后我就踏上这条不归路。真好啊！就是你这个声线跟咱们今天就是乐队的音乐风格，我觉得特别一致，特别到位啊！我觉得这个范儿正，咱们北京话讲范儿正啊。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写音乐的？写就是弄乐队这些作品。对，你对着说就行，你拿着呗，你拿着呗。就是从2010年吧，从2010年乐队开始组建，开始做这些，写创作这方面的。那所有词曲都你做的？对，一开始就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我做的。那编曲配器呢？是乐队所有人一块儿来。是吧？啊，对。那就是大家，要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大家比如说录音都参与了。这个版税怎么分？平均分吗？还是你自己拿的多呀？我们都没有版税。没有版税。对，因为版权是归我们自己，所以没有人给交税。不是，我说你们能从这个，比如说网易云呐，这个那个就是 QQ 上，那个腾讯上能收到咱们这些？那好像没多少。是吗？没多少。那音乐节呢？因为我们都是平，就是所有演出的费用我们都是平分。对，然后包括我们还有。其实你这样做乐队哈，就能坚持下来。有很多乐队吧，哎，因为我是主唱，我就得拿多一点，我就怎么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看国外的乐队都是大家在一起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个音乐，你是词曲，但是他们参与了编曲。我觉得这个很公平。对，如果这个乐队没有经济这种纠纷，我觉得就能坚持下去。啊，对，这个真的，这个挺重要的，特别重要。对，你吃饭他也要吃饭，对不对？你唱你也是个乐器啊，对，对吧？对，那个吉他贝斯也是乐器，就是这样的。对，
所以说我觉得是这个这么分配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对对啊、嗯，因为毕竟我原来我就是干跟钱有关系的工作，银行的，银行又一个银行的，对对 对, 对。哎，我发现好多乐手都是银行出来的啊。啊、嗯、啊、嗯，你算钱算的利索。嗨、嗯，那个大峰，我，那你现在有没有哪一支个签约乐就公司啊什么的来去经营你的这个整个音乐呢？现在还真没有，我们乐队一直也没有签约。是吗？对对对。我们都是在各自做各自的事儿来经营这个乐队。我今天我就可以告诉你，咱俩先来聊聊。行行，好吧。那现在就聊吧，啊、直播停了吗？直播能停吗？啊，这个大峰，这个我刚才其实，在顶上吃饭的时候，王哲，咱们大伙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是，可能我要是参与的话哈，可能稍微的加一点中国的东西，加一点中国特色，也但是也不违背你的风格。啊，所以咱试一试，啊，如果缘分大啊，你就嫁给我们，啊，是这样的啊。哎，王哲，现在教大有做学校是不是？对，骨头节奏一直六。骨的节奏，骨头节奏。对，哎，王哲这个叫培训吧？对，培训学校在通州是吧？之前在鼓好几个店，在鼓楼。你老板呢？你就是现在也是因为现在大环境吧，也收缩了一点，主要以线上为主了。啊啊，对。那这在什么位置呢？给大家说一下，没事儿。谁想孩子们学打鼓的啊，就到王哲这打特棒。我现在这套鼓就是通过什么渠道买的，搁你那儿。对。我告诉这套鼓相当好。对，特别好。哎，你给大伙介绍这套鼓打什么最好？这套鼓其实音乐 Sonar 哈，对 Sonar Delight， 它是最早期的一个 Sonar 的顶级的产品，嗯，就是在没有 SQ2 的时候，它就是顶级。嗯，当年的 Thomas Lang 啊等等一些很多的当时最知名的艺人用的全是这个型号的鼓。哦，对，打哪种风格最好？这个德国战车用过它，呜，然后是这套吗？还有好多拉丁乐队也用过，是吗？对啊，这打硬摇也可以是吧？对，打金属它非常的广泛，因为它是枫木的一个材质，嗯，真棒，换什么皮就是什么声。反正我现在王哲，我跟你这么说吧，我这鼓这个音色交给你了，没问题啊。这个谁让你干这行来的？当那杰哥不沾点光？我沾您光吗？啊，刚才听完这个两首作品之后啊，我感觉我心潮澎湃，又让我回到了就是起初爱音乐那个时代，真的。嗯，有的人会说我们乐队玩的东西特别老，哎，特别老。这个和老没关系，这和老和新和老没关系。我觉得就是说，一支乐队能存在，能到今天，啊，能坚持到现在，而且我觉得你们刚才玩的就特别特别地道，特别地道啊，就没有就是向市场投降。啊，真的，啊，坚持自己的这种劲儿啊，我觉得我希望这个音乐态度啊，一直要坚持下去，啊，一直要坚持下去。所以我们叫远途嘛。哎，你别离得太远啊。所以我们叫远途嘛，因为路太长着呢。哎，那我别搁这嘚咕了啊，我这再咱们再来两首好吧，三首吧，来三首。你嗓子怎么样？我嗓子没事。那就哎，这有水。啊，我要特别心疼你这个嗓子，你可以喝点水。那行，我这边有一瓶。啊，你喝点。这个唱金属啊，这个硬摇这个，比较费嗓子。啊，对。但是这个气势要有。啊，咱们继续啊。OK。咱们欣赏大峰的演唱。调音老师，你把 program 声在我这里大点，然后我自己的吉他可以小一点。刚刚我自己声太大了，谢谢。下面一首歌就是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选择，也是我们乐队最开始成立的时候写的，应该算是第一首歌吧，是吧？吉他手你叫什么来呢？啊，是不是应该是第一首歌？我真不会了，我记得选择应该是第一首歌，最开始雏形的第一首好像是。我说琴怎么没声了？Thank you.
来吧，下面一首《选择》。吉他还得响，怎么感觉没有动的吗？行吧，那咱继续呗。行啊，下面一首歌送给优酷平台前所有的女士，这首歌送给你们。You are my last lady。
Hey baby, you are last lady， 模糊中闯入了玫瑰。起双腿别走开，尽情享受摇摆，尽情拥抱我，灵魂坠入崩溃，你忘我感受我的味蕾，用泪水笑在我们的里面全都再大一点，谢谢。下面一首歌 Forever。
这边喇叭有点刺。是，那个声音是刺是那个问题是吗？现在是喇叭是 P 的，就是反送里边所有喇叭是 P 的。是 program 太大了吗？对，线路是线路。我小一下试试啊。啊，现在没事儿，啊，现在没事儿，嗯，抱歉，抱歉。继续，嗯，继续，继续。这块掐了别播，这是直播。Nobody ever
好，谢谢谢谢谢谢朋友们。来来来来来，辛苦辛苦。就是你，其实你这个声线哈，我刚才在一起底下琢磨，就是说，因为每个人声音条件不一样，我觉得你这个好像，这种条件的声音的好像比较少。嗯，这个确实，嗯，我身边朋友很少像我这样，就是有膀子力气。不是跟不是跟力气没关系，就是他声带的条件啊，哎，声带的条件就是比一般人的要高啊。对对对对对，确实是。你像 ACDC 刚才你说了那个就是他们写吉他手就更可爱了，就是说那个主唱他的声音他天生的他就是这种力量。对对，他天生就这样啊。我是接触 ACDC 是90年代，哎80年。八七年八八年差不多，那个时候就是看过他们。那时候那个古三儿，我三哥，我们在一起，他拿的是那个盒，那都是磁带，那个磁带那个打口打，不是不是不是打，不是 CD， 是录像带。那个时候录像带，哎，录像带啊，哎呦，我当时看完之后，我说这个太震撼了啊，对，太多人看他们演出了，嗯嗯啊，这吉他手老可爱了。吉他手，单腿蹦的那个吗？啊，他是这个乐队，你看他也没几个人，特别特别特别好，特别棒的一支，我感觉特别工业的那个时候，就一听完他们的音乐，我感觉特别振奋。对，其实我觉得就是 AC/DC 应该算归在金属了呀，他们挺硬的。对对对，应该归在金属了，因为硬摇。对，不是他们就是其实。就是仅限于那个，就是吉他效果器那会儿没有那么重的效果。其实他们挺重的，就真正现场你要把所有效果都换了，真的挺重型的。就我感觉。对，但是他音乐方向还有的时候做点老摇滚。对对对对，就最早期的。是是是，反正值得我们去借鉴学习的这么一支特别棒的乐队啊。还有那个 Metallica 在那个奔驰中心上海。我也去看了，那我们也去了，那个更厉害，对对，所以你看他开票15分钟全没，啊，他一开票只要一开票，啪就没了，这说明咱中国喜欢摇滚乐的这些乐迷们还是特别多的，嗯，真的特别多。那天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就是全国所有的乐手基本上也都在那儿，对对对对，全在啊，嗯，这个我这个。我也在我虽然不算乐手啊，啊，您算您算，哎，在这个，因为咱那个起初都是喜欢这个，他们都说我摇滚未遂嘛，没搞这个，但我现在做的是这个跟音乐相关的这些事情啊，所以我觉得音乐就是在我这儿来讲，我觉得好听啊，感动就是硬道理。啊，就是这样的，不管是谁说我们说风格，谁说老啊，怎么样的，可能说我们岁数老，岁数老，思想不老啊。那现在就是说，咱们现在每年的 Live House 演出还怎么样？因为现在远途正在做新的专辑，所以就是巡演的这一块基本就是现在是暂停。那你说咱老，咱做点新的呗，啊。这张专辑怎么样？突破没？跟以前对，因为之前，我们就只出过一张 EP， 啊，然后这回就是，2010年成立嘛，到现在已经10年嘛，10年就是想出一张完整的全10长的专辑，还是10首歌，嗯，啊，等于今天我们演绎的基本上都是一张新专辑的歌，真棒，对，那我们但是现在在首演呗，对，算是首演，就在网上还听不到的，哦，今天都在这儿，真好，对，那我们这个杰出原创还真行啊，偏得。啊，希望那个全国的乐迷网友们啊，支持咱们远途乐队，啊，然后给他们加油。我就为了咱们这个硬摇吧，啊，让他摇得更久远，啊，更硬，啊，对对，更硬，嗯，哎，你除了这个这哥几个啊，就是说，除了这个音乐之外，你还在做什么事情？我还在做那个。就是靠什么生存？乐队周边吧，啊，就是我给，就是我身边这些地下乐队的朋友们，他们乐队巡演什么，给他们做印周边的 T 恤，啊，这是我从银行辞职以后，基本上这10年都在做这个，
啊，银行辞职就变厂长了。对对对，啊，我有一个大风厂，有个大风厂。对对，啊，哎，上次来我们做乡村音乐那小哥们儿，是不是也是做这个那个叫什么庄什么那小哥们儿？庄宇。哎，庄宇，我还给他做过衣服呢，是吧？对对对，啊，不是，他是设计和经销，我是就是那个生产。对，其实我们俩应该是一条线上。哪天我挑两件去啊？啊，行行，可以，没问题。但是我也给钱的啊。不用不用，我这支持，啊，我是支持。哎，咱们也可以那什么，就是说咱俩，我给你做做广告。我每次我都买衣服，我每一场我都得换衣服。哎，我穿的远途乐队的衣服，哎，这大风设计的啊。就瞎聊啊，就说除了这个，然后做这个设计怎么样？收入还可以，还维持生活没问题，维持生活没问题。然后像王哲我知道，王哲他就是这个古教学啊这些，还有别的周边，肯定生存也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对，暂时能活着，啊，暂时能活着，嗨，就是还有时候活不了，嗨，加强呢。我现在是跟我师傅一块做教学，然后就跟陈磊呗，对啊，然后平时也做这个制作，哦，就帮别人编编，对，编编曲，然后对啊这样的，对，也是那个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啊，挺好，嗯，那贝斯呢？贝斯专职奶爸，对，嗯，这个我是这样。我跟他们跟大部分乐手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玩音乐是我的第二生活，我的主业是做电商的，对，所以就是不像他们都是那个主业就是音乐方面，然后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大风开个大风厂，我是那个做电商母婴这块的，母婴啊，母婴的护理还有什么童装之类的，童装内衣，那也厉害呀，怎么样电商？咱不懂，跟他们一样，就是肯定能维持，能维持啊，不什么，因为现在就是说，根据咱们大环境哈，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办法哈，对啊，我觉得，但是呢，我老说这句话，就是说，咱们对音乐这颗心，永远存在哈，这是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切都是辅助于音乐，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才对，不管你是奶爸也好，奶做什么也好，奶妈也好是吧，我觉得挺好的，对吧，对，啊，他最早是他拽我一块玩的远途，其实他是远途乐队的创始人，你知道吗？哦，对，这样的，对，然后他拽我一块，就是，那个嗓子了，你就你说话你近一点，得嘞，就是这给他开大一点，行，对，我那个十年前跟大风认识的时候，就是当时就是那个像您听的那个感觉一样，就是觉得他那唱 ACDC 的那声特别正，所以当时我就把他拉过来了。对，然后把我拉过来以后，把别的乐手都开了。啊，这样的啊，啊，那成立很久了，十年是吧？整十年啊，这不十二月份什么时候专辑做完？已经做完了。已经做完了，后期呢？就现在都做完了，封面也完了。对，就像就剩发行了，就想找一个合适的契机发行。啊，杰哥，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对，咱一会儿好好聊聊。哎，一会儿我是没时间了啊，咱们哪天单独约一下，好吧？好，我觉得正式的聊一聊，可以好吧？没问题，好，一切皆有可能啊。是吧？对，不还没发的吗？杰出原创，杰有可能，杰有可能。刚才又听了你们几首作品啊，我觉得，整个应该能感觉到这张专辑，一个方向，一个方向，这种音乐形式啊，就说，如果我们在一起合作，可能因为我喜欢民族的东西，我可能会再做一张的时候，我可能会融入一点。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也挺想改变，对，我们也喜欢民族，但就是可能就是专业性，对民族这块的专业不太好。我还好，对，你肯定好，我还好啊。你看，就我现在做行走啊，现在网上抖音都是做的，就做这种的，要就做我们用我们自己内心做自己喜欢的音乐，这就对了。但是那个，你看我现在做这个家园计划，做家园计划里面所有的音乐都是我们公司签约的这个
少数民族的孩子们、哦、啊，然后也有传承人，这里边有蒙古族啊，有哈尼族啊，有这个拉祜族啊，还有这个侗族啊，还有维吾尔族啊，啊，还有塔吉克，以后就慢慢慢慢的，我们这个家园计划里面全是少数民族，将来也可以跟咱们的金属合作一把硬摇啊。我们是汉族也算吗？对，对呀、啊，你是少数民族啊，对，我觉得我。其实音乐大融合的时代已经来临，啊啊，所以咱们别拒绝任何一切，对对对，真的啊，不拒绝，真的真的不拒绝啊。所以呢，今天那个你们来，我特别开心，又让我，回到了我爱音乐的那个时代那个初心。其实我现在一直在，就是包括做杰出原创、做家园计划，一直都是在推广。音乐就是我自己的，因为我有这颗心，我也喜欢这样啊，喜欢就干这个事儿，每天睁眼就是音乐，每天睁眼，各种饭局很少也不去啊，就是也像山洞一样比较纯粹，哎，应该这样是吧，啊，做点好音乐我觉得能留下来，是不是？对对对，我也别瞎砍了，然后继续的哎，你喝点水呗，你喝点水，行，继续来整两首好吧，好啊，先来空中之王吧，空中之王吧，报一下名。啊，下面一首歌，空中之王，没有吧？游泳森林内，声音如箭般掠过，铁壳的眼神早已充满欲罢不能的滋味。武装依靠是我的翅膀，战鼓是我的嘶吼，瞬间就可以撕破胸膛，鲜血染红了沙场。在我的眼中，腐蚀的一切，无知的书。身早已充满欲罢不能的滋味，武装依靠是我的翅膀，战鼓是我的嘶吼，瞬间就可以撕破胸膛。在我的眼中，腐蚀的一切、yeah、无知的鼠辈，你是我的眼尾尾。
是空中之王。就是之前演出的时候，就是每回演完了都有掌声，现在没有，好别扭。下一个没说完我。我希望在那个电脑前看我们的朋友们能给我们一些掌声啊。然后下面一首来 Another World 吧，好吧。这个你需要坐着弹吧？那我是不是应该也坐着唱？嗯，记得这个这两天可能。有点受伤，我深蹲练多了。你用坐着吗？感觉唱柔歌站着唱有点别扭。那你坐，要不然一会儿还得站着，累。怎么着？下面一首，Another World， 一首柔歌，送给我们所有人，思念的人，然后还有一些难以忘却的人，好吧？哎，可爱些。是无法改变什么，我的感觉已经停止，我的眼泪突然干涸。现实与梦幻彼此纠缠的一刻，这个世界已经远去，这一生已无法回转。你和我Another world， 见不到却又舍不得。调音老师，我这反送里边那个 program 可以再大一点，谢谢。到了结果，可是无法改变什么。我的感觉已经停止，我的血泪突然干涸。现实与梦幻彼此纠缠的一刻，这个世界已经远去，这一生已无法回转。你我彼此
做遥远的瞬间，这世界已走远。其实我还真是想一直让你们唱下去啊，我怕你累，有点累，就是说，对对对对，就是因为他这个声线都在这个音区啊，基本上对，都是顶在上面，都是我感觉都是在降 B， 然后在 A、F 左右来回晃。对，这个现在我们还是降调，是吧？对对，原来年轻。对，原来出那个 EP 的时候都是原调的那个。喝点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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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咱们就自由自在，咱聊会儿天啊。就是说，这个这张专辑，从录制到这个完成，大概需要多久？对，我们这时间有点长。嗯啊，因为中间正好赶上疫情啊，正好赶上疫情啊，这样啊。对，好多录音棚都不开了。对，你找我呀，我这开呀。之前不认识你。之前不认识。我这开。对。其实大家做好防护，我觉得咱中国这个防护做的是最好的。对。所以我觉得很棒。人一上的士先扫码看看你的行程。对。是吧，我觉得这种的这个制度一般国家做不到。对对对。真的。所以那个大伙儿现在都非常安全。对。我觉得。那准备有想法什么时候发了吗？还没有啊。对，就是还没有具体的，就一个。你这样，咱俩不留微信了吗？啊，有。你呀，发给我点就是新做的混音，我听一听，啊，我听一下，然后发一两个就行。行。发一两个，然后这个再把封面设计搂一眼，行，感觉一下。好嘞，好。好吧。好。哪天我再找你玩去，或者你来这儿，好，行行，在一起。聊一聊，行，好吧，行，我觉得音乐是缘分，对，缘分到了，在一起肯定能做一些事情，对，好，还好我们没发呢，然后今天认识您了，挺好，挺好啊，如果要是发的话，搁这儿也可以发呀，咱们搁这儿发，然后，媒体还有你的歌迷都可以来这儿，我们这儿可以做一个，优酷的独家直播，挺好的，行，谢谢您，谢谢您啊。所以这个你不要管了，这个艺人不要管这些事儿，包装上也是，就是说整体的形象设计也挺重要，所以到时候看一下啊，看看能结合上最好，行，那就说你，就说你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你一般的都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创作？对，啊，你让他说，他想说，来，不是想说，就是说我们比较随意一点。你看有一次，我记得那几年，我有一次喝多了，喝多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写了第一首，就是他就回去就写了一首歌叫《断》，就断片儿的断，就是刚才咱们演的第一首歌啊。然后他就写了这么一首歌，然后回头把吉他一编，都有感而发，对，就比较随意一点。然后还有一首歌，我们其实。就是做完之后，我在家，我做完给你们发的时候，因为我懒得起名字，我也不写词嘛，我就写了个无名，就给他们发过去了。然后到现在为止，这个歌还叫无名呢。你就是有些旋律是你写是不？不是不是，我不负责旋律的。你负责什么？就吉他啊，吉他整个编配。对，编配哈。对，这个就但是这么一编配，这个音乐架构就出来了。对。是不是？对，然后写东西，就像写词呀，或者是旋律，他来做，然后就比较随意，就是这方面比较随意，有时候可能就是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可能就写一首歌。啊，挺好的。那你先别说，你一般，比如说写音乐在什么情况下写？我一般都是我创作就是成果最高是在开车的时候。哦。啊，就我自己开车的时候，基本上是，
创作效率最高的，就是有构思了，对对，然后停车以后赶紧记录下来，对，就是用手机直接录下来，因为五分钟以后肯定忘，所以还是适合干司机其实。哎，我现在哈，我因为我现在醒得比较早啊，就是起床有五六点钟，哦，那会儿我就醒了，那会儿我刚睡，我喝咖啡，我喝，因为咱不能不提酒，过去也喝点酒啊，就我给戒的可干净了，但是我现在起来养成习惯喝美式，我一喝喝好几杯，喝好几杯呢，我创作都是在脑子最干净的时候，然后写自己的音乐，特别干净。啊，旋律线也特别准确，是这个。然后晚上写东西时候特别少，啊，晚上啊，所以每个人他时间段不一样。有的人是经历过痛苦之后，然后写的音乐，但是写出来是快乐的，有的，你知道吗？但他快乐的时候，有时候过来的时候写的是痛苦。这个艺术，这个音乐，这个东西说不清楚。对，没谱。啊、对，所以，不管是什么阶段、什么时期、什么状态，我觉得都是要珍惜，要珍比较珍惜这个珍贵的这个状态啊，把这个给发展出来，别过去了。你看，有的时候我老每一期基本上我遇到乐队，我都会来个即兴，哎，跟这个乐队就留下来了。哎，咱俩玩一个来，对，我叫你不说我还忘了。哎，对，我跟他即兴一个来，小伙，小伙，没事，你就不打也行。没事，不需要，就随便就唱啊。我看看，随便。就是这怎么这个这杯我给你怎么在哦比哦比哦比哦安拉扎哈扎心色不对哦卡扎马对心色扎扎Kachala kama la te te ta tu tu ti de masu O kike koko ti meke la tan te meke la te nata si O kum kalor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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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 ten di tu世界，没有，就是，就是随意，就是，你看跟刚才咱玩的不一样，就是，随处可以就来，哎，这我一般来的乐队，有的，可能有的时候也玩点重的啊，就自己那种，啊，我觉得也是我的内心的一种，那种迸发，我觉得特别高兴，知道吗？啊，今天非常感谢啊，这个远途。来到接触原创，能给咱们这些，网友们啊，带来一次，应邀的盛宴，啊，我们下周二啊是一个迷幻金属的，也是就是多元素乐队，他们乐队也是，挺不错的一支乐队啊，下周二我们继续关注咱们这个，接触原创啊，接下来咱们大飞继续演唱呗，
接下来是唱，咱们唱几首？啊？你还有两三首吧？随意呗。是一口气儿唱完吗？还是？我觉得一口气儿唱完吧。听您的。一口气儿唱完吧。听啊，要是行，那我们就唱，应该是三首，对，三首，都唱两首，好吧，行，可以啊。那大家继续欣赏咱们远途啊，大风的演唱，哎，那来一个是雪飞唱吗？行，那就先移植公路。好。下面一首歌《移植公路》。
在走在路上，我们不停遗忘，随风散落浮华，漂浮在城市高铁之上，我们就是这一片浮华中的牛仔，我们是远途乐队。其实刚才这首歌呢，遗失公路，是我们经常演出时候的最后一首歌，然后这块该谢幕了。但是，我们还有一首歌，因为这首歌需要调弦，所以我们把这首歌放在今天的最后。也是同样像，刚才跟杰哥一块聊过的，向我们伟大的 AC/DC 乐队致敬的一首歌，叫《One Night》。你要喝点水。啊？喝点水。喝点水。啊，这首歌，就是写一个狂欢之夜的，大家希望今天晚上都能够狂欢起来，但是不要忘了明天还上班啊。行了吗？你不是说就一分钟吗？One night， 送给你们。是白还是黑，血脉喷张，难道在嗡嗡作响，最妩媚就是这样，我要的就是这样去释放。One night
感谢杰哥，感谢杰哥，老棒了，真的。哎，我在底下听着这个有点激动，这不真的好啊，真的好，声线这个得到哪儿了？这个这没测过，这个你测一下，我估一下，我估一下行吗？这到 F 没到哪儿，那跑哪儿去了？呆再高的，你弹底下的啊，这是哪个？是哪个？这个是 F， 这到 A， 太高了。我刚才搁底下试了一下，我嗓子也挺高。啊，对，您嗓子高，对，我没上去。哎，特别好，特别好。今天来这儿怎么样感觉？来，王哲，咱们下来就别坐这了，坐着累。是我个矮就矮点儿，那个你也不高，我跟你说啊。我说今天那个玩的特别开心啊，是玩的，我觉得特别放松啊。这段视频我们就留下了，可以看回看啊。网友们可以到优酷看杰出原创，点开第二季37期咱们的远途乐队啊，大风啊，这阵大风刮得好，这个大风刮的 啊就有点冷。哎，不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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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不冷，大风声线真好啊。然后哪天咱俩约一下啊。好嘞，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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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是听着，其实感动的就是好的东西啊，对，感动的就是好的。嗯，那刚才通过差不多9首作品吧，刚才对，应该那个有一首没唱，对，对对，9首作品啊。所以听完之后感觉不一样，就是整个乐音，就是歌者带着乐队往前冲击力特别棒啊，所以特别好啊。我也希望咱们全国要想参加咱们杰出原创的啊，可以到我们的新浪微博的杰出原创的官方网站来报名啊。然后只要是有个性啊、有态度的音乐人，我们都欢迎。嗯，特别好，支持杰哥。必须的啊，这是必须的啊，必须得有态度的，然后有个性的啊。所以杰出原创做了这么多期了哈，去年做了40期，然后今年这到你这第37期。我觉得一路走来还算好，有这么多音乐人支持啊，真的，还有很多的原创的歌手啊，音乐独立音乐人，还有一些腕儿啊，这帮人支持啊，都在支持咱们的杰出原创。你像孙楠啊，什么戴玉强啊，各种风格都有，还有李高阳爵士乐的大咖啊。明年我们还会在这杰出原创播出咱们这个金佛老师的一场专场，爵士乐的啊，也会很棒啊，我是期待。下周二呢是我们多元素乐队，多元素乐队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支乐队，希望下周二晚7点继续关注我们的杰出原创。接下来咱们大风继续吼一吼啊，继续吼一吼，再来一首。再来一首啊！再来，那你还得调琴。你以为最后对，好，再来一首收尾，好吧？好，没听够，真的。啊，行啊，一般我还真不要求，到这就结束了，啊，你知道吗？真的，再来一首。这属于返场是吧？好吧，来。行，那你赶紧调吧。那我们把刚才准备那个最后一首，对对对对，给演了。你先喝点水，没事没事没事。好好，真棒，好嘞。下面一首是，也是我们乐队的早期作品，叫《是也非》，就是说的就是现在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好多时候不需要活得那么清醒，对吧？是即是非，非即是是，对。那么糊糊涂涂的过一辈子，不是挺好吗？幸福指数高一点，行了吗？好，下面一首《是也非》。今天这大风刮最少有16级，我跟你说啊，特别好啊。今天这个我们杰出原创的这个远途乐队的演唱到这儿就结束了啊。但是我们永远记住远途这支乐队，咱们中国的硬摇就在远途。谢谢杰哥，真的真的啊。希望大家下周二呢继续关注杰出原创，也感谢一直关注中国原创发展的咱们中国人啊，包括华人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杰出原创的
支持，再见，再见，再见。